今天咱们来给粉丝订一窝吉娃娃，世界上最小的狗，成年以后这家伙3斤以内，大苹果头，尖尖的嘴，老鼠的身子，老鼠的尾巴，就是这三个小狗吉娃娃是吧？对对对，这家伙生不多吧？对对。啊？一回就是两三个，一回就生两三个，三个都是高产。对对。哎我天哪，吉娃娃颜色可多了，有这个铁包金色的，有纯白的，纯黄的，像最为经典的就是这种黄白色的，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嘛。你把那个大脑袋那个给我抱出来看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呦我就好小呀，这是巴掌的，你看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，我天哪，这么小呀，你掰一掰它有没有牙？我看一看，哦，牙倒蛮大的，你看，牙齿已经出来了，超级小，真漂亮，真可爱。这现在这个小狗有多大了？两个月。对，你抱着它一下，我摸一摸头上有没有天坑。哦，有天坑。纯种的吉娃娃，因为长不大，小型犬啊，必须要有这个天坑，长得好漂亮呀、啊！你看，这一共就这三个是吧？三个的话，像这小狗疫苗和驱虫的情况呢？做了两次驱虫，哦，挺漂亮，超级小，你看，两个多月才这么大，成年三斤以内，世界上最小的狗。那像这小狗的话，得多少钱一个？2000一个，我要三条，你抱出来那两个我看一看，哎，我们看一看，哦，我天哪，太可爱了，你看眼睛超大啊，茶杯犬，这正儿八经的茶杯犬，两个多月了，才巴掌大，这一共这是三条是吧？好，一个手都是拿三个，我的天哪，哎呦我去，这眼睛超大超可爱啊，你看这一个还有点不太服气的样子，骂骂咧咧的。你看这个经典的黄白花色啊，我看身上花色分布也挺好，别摔到了啊。然后这个我拿着，那这三个几公斤母呀？这是一个公，两个公的，一个母的，很漂亮啊。那你这三条的话，我要是就是都给你要完的话，多少钱？三条都要完？三条要完，对，最低得500块，我以为500呢。哎呦，5000块，这种小狗的话合到，哎呦，那也合到1300子，1300，不，1500，哦，1500的话4500，有1800嘞，那合到1700，也不便宜啊。有这小狗的话确实是好玩，一丢丢，成年以后可能还没我鞋子大呢，可能我41的脚没我脚大呢。超级小啊，城市三大恶犬之一的吉娃娃，还有小鹿犬，还有博美，都是这个比看着瘦小啊，实际比较凶悍的。那你这样我也不少跟你说，这三个狗4800，4800你看行不行？4800我都给你要了，你拿那个更小，那个更小，我天哪，你看，哈哈，一丢丢，太小了，我讲，好养活吗？这个，好养吗？这短毛狗肯定是怕冷，这短毛狗肯定怕冷，就这么一丢丢，不知道的以为还没满月呢，耳朵都立起来，2个多月了，4800行不行？你看，真心想要。这小狗确实是可爱啊，然后给它找个好人家，你说少5000不能出了，对，然后单要一个的话就是2000，那行，那我定下吧，这几个你再给我养一个礼拜，我来报，好吧，我把你拿手机，我把钱转给你。